一遍哦，我一定要拜托哥带伊体验一下大自然的旁边，一定有无同款的感觉。小姐，拜谢拜谢。啊，你不要紧吧？是我较拜谢啦，因为我家己走路无看路，拜谢。原来你拄只嘛是在听蒂芙尼大师的讲座，你嘛是哦？是啦，我管怎讲哦，坐在上头前啦。哦，恁坐伫头前哦，无怪我无看到恁，因为哦，我看我来啦，所以头前无位，我坐后边。要唔过我嘛是听较足详细哦，我感觉受益良多。安尼都无叫了你啊，我讲蒂芙尼大师哦，阁要见面。拍摄小站姐，小姐，阁有代志啊？我想要请问一下，你是不是有失眠的问题啊？因为我刚刚闻到你身躯顶有岩兰草的精油香味呢。你好皮山呢？啊，岩兰草这款有透明的香味哦，安尼有人知影，你阁闻得出来，真无简单。其实哦，这精油香氛虽然当缓解你的失眠问题，也唔过哦，也是爱进攻你的身心灵啊，啊，唔好把这工作的压力带入你的困眠当中啦。我是建议你若有时间哦，你会当去爬一下山的啊，因为这大自然才是最好的疗愈解药。拜拜。大自然才是最好的疗愈解药。奇怪，这小姐哪甲真正的素媛讲出的话拢同款呢？大师，这款香水是阮太太早年研发出来的。你讲花多滚变，这内底到底是用什么原料？这几年来哦，我请教真多，伫个香氛界出名的调香师啦，阿嘛是同款拢无人花多调配出甲这一罐哦一模一样香味啊。阮即马手头嘛敢存只个尔，若是阁无花多找出阮妈的配方来复刻重新上市，那恁这支香水可能拢会用完消失啦。这支香水的用料较复杂，前调青色瓶的着玫瑰混合孜然、小茴香的干燥新香气，中调的香根草加雪松，马上带来清扣温暖的气味。剩的一两种，我还无确定。啊，如果底下讲一寡假鬼假怪的话。就是讲一寡阮听无的话，就当准过哦。咦，你是咧有要讲啥？本来就是啊，每一个调香师讲的话拢嘛差不多，啊恁袂信哦？英语啊，大师有大师的专业，莫伫遮有袂讲话。哎呦，倒是无看清大师的意思啦。只是我感觉讲，我的爱芙丽品牌嘛，无一定爱用阿妈调出来的香水来做主打商品啊。阿妈三十几年前出车祸了，伊就啥物拢袂记得啊。恁甲伊问啥，伊嘛拢想袂起来。啊，恁啊，妇科商品遮尼侪改啊，嘛试袂出一蕊花，劳心劳力，我真正毋知恁是咧坚持啥呢？莹莹。因为恁阿妈做这个 Rose 四号的香水，伊的香味足特殊的。目前市面上还阁找无甲伊同款的香水味。而且恁阿妈过去对香氛的代志遮尔啊用心，才有爱芙丽这品牌诞生啊。恁阿妈因为意外，煞失去对香味的敏感度，这毋那是伊，这对咱全家伙来讲拢是遗憾。虽然讲这遗憾。已经无法度弥补啊！啊，不过咱至少会当替伊家上爱的旁边传落去啊！哦，恁真少坚持吼，根本就是牙假啊！即卖品牌是我咧管的，敢若我上清楚，即卖的少年人，因的消费形态是安怎快速转变？就参照几年前就流行什么小苍兰，还有蓝风铃的味，结果咧就出现一堆什么致敬款。连假吼，嘛会当做到连味拢同款一模一样啦。你安尼吼，世界找人研究，我看哦，规矩去找一个仿香大师，直接copy就好啦。林英啊，
但你现在是在说什么？你要来让提一种用你的纸香精去做的香水，跟你阿妈用高级香材调配出来的香水比啊？你若是要继续坚持下去吼，我看爱福利站好的江山吼，拢会让人规划香气啦。你，你这个囡仔，那开嘴下嘴拢无好话啊！我敢要给他顺势，这个品牌对我来讲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这是你阿妈的心血。在我有生之年，我一定会想办法将这款弱势十亿重金调配出来。这是我跟你阿妈的回忆，也是我对伊的约束。刚才试着还原这支香水的味道，试了好几种，给你们闻看看。多谢。多谢。有香，无体。对啊，刚才搁查什么最重要的元素？我的阿嬷哦，你到底是用什么秘密武器啊？歹势，敢会当我试看卖？我是感觉到这个香水的味道是一种沉淀后突然微微潮湿的气味，但是它的中前调又还是温暖干燥，所以不再用这种味道来做平衡，让这个香水可以对头前的辛辣感慢慢转变做一种清新感。假如说我如果皮肤不对，伊的灵魂香材应该是苔藓。小姐，多谢你给我灵感。啊，多谢你不敢嫌啦，是我莹莹。我可是头一摆听到，有调香师讲这个香水内底哦，有苔藓的香材啦。想袂到，你对这种代志嘛真有了解嘛。请问一下，你感觉马文那是香氛界的人？不是啦，我只是对香味较有兴趣尔。啊，其实我的本业是跟阮哥做伙咧开咖啡厅啦。小姐，这是我旗下的香氛品牌，啊，你若有兴趣哦，联系门市参观，顺便给我指教一下。哦，指教唔敢啦。也唔过哦，我真正做爱香氛呢，我感觉这香气哦，会当予人一种做幸福、做温暖的感觉。我一定会赶紧找时间过去看卖。谢谢你，那你我无再做啊。内底那是吴妈妈甲陈忠信，因竟然私底下见面。一定是在讲什么秘密。我拢答应要让你分这条啊，啊，你搁计较这是要怎啊？真正是鸡鸭肠鸟多味。我那是真正鸡鸭肠鸟多，都袂对你吃苦变。等到哦，是迄个造谣作怪的朱丽萍，甲你害甲凄惨落魄哦，即马搁破镜中伊啊，陈忠信啊！你真正是反真的，是好未啦？我少年时阵熟识的查某，那随啊随嘴拢遮臭嘛。搁再讲啦，我咧做啥，我头壳咧想啥，你敢知？阿哥，你即马讲啊，这你想要怎啊啦？哦，原来你想要跟我报警中意哦？安尼甲吴雄离婚啊？啊，然后你迄吴信贤啊，我著甲当作亲生后生看待，安尼嘛是用的啦。啥？吴妈妈是陈忠信迄只鬼的情妇？哎呦，吴妈妈，你嘛给我抓到脏头啊！哎呦，吴妈妈，你哪会当讲批评就批评，
讲过话拢无遵守啊！啊，唔着家仔，我有老娘。我若是真正给阿长教阿多，都袂对你吃苦白面呀！连都是你造谣做过来做礼品，甲你害到凄惨落魄。恁即马阁破镜着面啊！你哦，真正是反正。你是好面啦！阿姑，你即马讲阿济是要创啊？哦，你是要跟我破镜着面啊？安尼你叫迄个武威红啊，赶紧甲你离婚啊！那安尼恁有信钱哦？我当作是家己真心的后生看待嘛是因为啦。吴爸爸若是知影这件代志，一定足生气的吼。吴妈妈，你一定嘛无希望你甲陈忠信过去的关系，互人知影啦。你若爱讲，就做你去讲啊。我甲陈忠信的婚姻，是我实在非常正经的代志啊。回公道回来，你是老外者，敢有落着讲我唔是因为爱陈忠信才嫁予伊，是双方父母的意思。所以我一点仔都无对不起惠芳。啊，你若爱讲，就早点去讲啊。死狗扫着红太妹，一定是陈忠信，啊唔是我啊。我的地位哦，一点仔都袂受到影响，毕竟我是姓贤的妈妈。但都是你啦，你最好莫阁出现在阮信贤的面头前，像像阮信贤遐尔友好的囡仔，唔知影伊安怎教死你哦。啊！吴妈妈，吴妈妈，歹势啦，我无拍算要安尼做，我的路影是因为我惊你予人欺负，安尼你阁会当提这个路影去报警啊？你哦，自认为家己真巧。啊，不过专门做一挂损人不利己的代志，让你讲啦。见着歹缠歹一灯，娶着歹某是一世人。我绝对无可能让信贤娶你这种白目的查囡仔啦。哦，妈呀，吴妈妈，我会听你的劝架。我这个人学物件足巧的，我一定会听话啦。吴妈妈，我真正最爱信贤哥的。为着伊，我啥物拢愿意做，愿意改。我嘛是想要替伊出气，唔只着得是着汪依林。拜托啦，你阁给我一次机会啦。你的手机。啊。删掉啊！我删掉啊！你敢袂当看在我这么听话的份上，你想就让我甲信贤哥约会嘛？吃一个饭就好，我保证，我袂阁有袂乱讲话啊。这个姓曹鬼啊，这年头嫁不嫁有信心，只要小可给一点仔好处，伊就会乖乖啊听话啊。做事大呀，上介意听话的囡仔啦。明仔啊，我着叫信心抄时间去跟你约会。啊，不过你家己爱脚有站直的哦，唔通乌白讲话。那是洪信贤回来了后，让我家己一点点啊无欢喜，我就会重新考虑你的代志。好，我知啊，我一定会注意，我袂阁甲信贤哥讲遐有诶无诶。啊，毋过，啊，毋过啥？你敢会当甲我挂保证，我诶位置袂互别人抢走，较袂有其他诶查囡仔阁接近信贤哥啊？你对我诶要求阁真侪哦。廖蒙子，你想法是不清楚，你改的来不改，是你，不是我。你卖死搞不搞，家己安怎死的都唔知。我要哪会敢啦？吴妈妈，我是咧甲你拜托咧，我真正就希望这件代志当安尼了定，好我甲信贤哥有一个名义嘛。以后我一定徛伫你甲信贤哥这边，谁敢动你咯，我就代夫出征，绝对无第二句话。真好啊！就看你上台表现，你的表现如何，我就会给信贤龙打给你订婚。